謝喎，因為以前冇以前雙腳的付出呢，冇辦法走到今日，所以呢對於雙腳來講呢，我覺得是其實不太公平啊，以前 很忽略了它，但今天呢有些時間去給它 去 安靜每一個位置的時候呢，原來我覺得都應該多一份感謝在那裡。一路畫上去呢，今天的腳今天的腳跟以前的腳有點不同，今時今日呢，我覺得呢做了阿媽之後呢，成日呢要孭住個女啦，要拎住啲餸啦，要拎住好多嘢啦，其實呢隻腳好攰呀，企得多啦，企住抱，夜晚你會半夜起身周圍行抱住佢，其實好攰。但是又因為這樣呢，我覺得比以前有力喎，年青時期原來我隻腳呢成日都不好喐的，咁呢我雙腳呢好似呢好鍾意坐啦，到到今天呢，我覺得呢原來比起我以前呢，覺得個動力大了喎，跟住呢做了人阿媽之後呢，好想講下原來呢我忽略了自己的子宮，一個在裏面很努力，由我小個開始啦，它一直存在，但我經常覺得它沒什麼作用的，特別是年輕時期呢，我只是會覺得它只是是的，只是給我一些 burden 我啦，只是懂 M 痛啦，又令我很困擾啦，但是今時今日呢，我又好想多謝佢，因為冇佢咧，我又真係冇辦法咧去俾一個好嘅環境我個女兒，因為佢一歲啦，一歲有多啦。其實我覺得佢真係好得意，好中意佢，好中意，好中意佢。雖然佢好調皮，但我都真係好中意佢。因為我由小個的子宮、啊、我聽以前、即讀飽的時候呢， 在未出世之前、啊、其實一個女孩子的身體呢已經有齊了卵子在這裡，有齊了卵子在這裡，為了呢是有一天這個女仔去生育的時候呢做足準備，即是在一個很 BB 的時候，其實她已經有這個這樣的能力，不過究竟我有沒有好好照顧過她呢？如果今天我會跟以前的自己說，其實你以前覺得沒有用的東西其實都不是的，雖然呢都承受著很多不舒服的地方，但是今時今日我覺得因為你的存在，因為一個子宮的存在，因為在我一出世的時候之前、啊、在我媽的肚裡面已經有不知道多少個卵子在那裡，很多我記得好像是，即是這些夠女人一生去到更年期的時候啦，
咁先至有機會咧會有小朋友。所以咧，我覺得今後咧，我都應該要好好地對我個子宮嘅。係啊，呢個係做咗阿媽之後，同以前做女唔同嘅地方。跟住一路上去咧，就係、是、條腰，腰咁樣講嘅。啊，我以前咧覺得咧，我中學嘅時候覺得自己好瘦嘅，成日咧同自己幾十年前啊，成日咧好努力，十幾二十年前。咁咧成日做好多嘢咧，要減肥啦，係咪？唔食呢樣啦，唔食嗰樣啦，唔好食咁多飯啦，係啊，肥啊嘛，係咪？成日想咧瘦啦，係咪？但做咗阿媽之後咧，冇辦法㗎，係點都有條腰㗎，點都係有個肚腩喺度㗎，點樣都有個肚腩㗎，唔知點解，點減都有少少㗎，係啦。咁但係而家唔會啦，而家會食飯，而家會食多啲飯，因為冇飯咧就冇奶。咁咧又因為要供應母乳俾我個女咧，咁所以我要食多啲飯。原來已經唔 care 呢樣嘢啦。咁啲肥嘅嘢咧，以前咧一見到咧就唔食噶啦嘛，係咪？咁咩薯條啊嗰啲咧，其實我好怕嘅。以前喺中學嘅時期唔食薯條啦，咁樣到今日咧，原來食薯條係一種解放嚟噶。是啊，而家街都冇乜得出嘅時候，原來去麥當勞食包薯條簡直係正啊！係啊，以前經過都會走噶嘛，係咪？而家好難得可以坐低飲杯好好味嘅，熱飲啦，有好多 cream 喺上面啦，哇正啊！以前咧，我話唔好搞啦，係咪？會同自己講啊咁肥咁樣。今時今日咧，我就覺得偶爾飲一啲好飲嘅嘢，係啦，開心嘅嘢，其實係對自己嚟講一個獎勵同埋一個開心嘅事嚟嘅咁樣。咁我覺得好啦，有時都俾少少自己咁樣放縱下啦，咁樣係啦。跟住做咗阿媽之後咧。以前咧就唔會覺得咧，咪以前係著重身形嘅啫，係咪？咁會買啲 push up bra 啦，即係希望哇感覺好似豐滿啲啊嘛，係咪？咁而家重視嘅咩咧？就最緊要有冇奶，係啦，有冇奶？最緊要哇！我已經覺得自己唔係咁著重啦。我有啲嗰啲其他媽媽嘅朋友咧，佢哋會覺得。有奶咧係非常重要嘅，所以咧會食好多唔知咩嘢啦，好多噶咩丸啦，唔知乜嘢加奶即係增奶嘅東西啦，木瓜係咪啊？唔記得咗啦，我冇乜食少少，即係咯，但係都會抗傷嘅咁樣，所以咧好似以前重視嘅，今時今日咧又唔同咗咯喎，同埋咧我覺得我多咗去欣賞自己。女性的特質係啦，即係原來呢一啲特質咧，唔係上天俾女性有一個成全，可以孕育一個小朋友一個好奇妙嘅結，即係人體結構上面嘅創造咯。咁所以以前係唔會諗呢啲嘢，以前就係諗有幾要幾瘦，要幾。自己唔好豐滿啦，但係都盡量希望豐滿啲啦，咁樣即係希望想，好似想咧，去吸引多啲身邊嘅人嘅重視咁樣。咁但係而家咧調翻轉喎，我覺得係越嚟越多咧，就係將嗰個愛錫自己嗰樣嘢咧，就唔會俾咁多出邊。俾多啲自己啦，其實自己都好需要被 take care， 無論
論身體啦，無論自己的心靈啦，因為太疲倦了，過去這一年臭女實在是一個非人生活，沒有空間去再給內其他人，反而調翻轉亦都多了一樣嘢，就是會多啲接收別人俾自己的愛啦。咁我覺得是一個收的時間嚟嘅，做阿媽係啦，無論是老公的愛啦，係啦，或者係身邊朋友的關心啦。咁我都覺得以前我就會好在意我俾幾多出去，咁而家我覺得多了少少就其實我都應該學下點樣接受啦。跟住咧到雙手咯喎，哎呀好核突，到雙手啦，到雙手咧我就覺得以前咧我都係有第一堂有講我好中意自己對手嘅，咁我係即係都係比較幸運一啲，即係我屋企就唔係好使我做好多嘢咁樣，咁話但係去到今時今日咧，其實就做了結了婚各樣之後，其實很多事都要自己落手落腳做啦。雖然我覺得我都不用做太多，但是我覺得雙手我覺得比以前來說呢，其實我多了用手去接觸家裡的東西啦，還有手呢多了一樣，就是其實我以前沒那麼懂得擁抱咯，我覺得有了個女兒之後呢，我好 enjoy 去抱住佢啊，因為佢抱住佢，其實咧佢好得意嘅，佢又好似唔係好中意人抱，但係佢一抱佢嘅時候，佢會咪嘴笑，咁但係佢又會有時會推開我，咁但我都好中意抱住佢，我以前即係由細到大咧，我屋企即係我媽媽都好少抱我嗰啲。但原來我都好中意用雙手去抱，去擁抱咯。咁特別係擁抱而家呢個自己個女啦。咁我成日好驚佢，唔係成日好驚嘅，即係覺得佢始終都會大，但係佢而家仲係 B B 嘅時候，我就好好珍惜啦。咁樣係啦，咁所以就都好想繼續揾雙手去抱佢。咁所以以前嘅自己嘅手就同而家個擁抱就有啲唔同啦。跟住咧，其實一路畫上去咯噃。年青時期咧，我就會同自己講，做人咧應該要有好多承擔嘅，或者我不知不覺咧都會俾咗好多責任俾自己啦，因為我屋企獨生女啦，咁所以就會覺得賺錢又要賺翻屋企啦，跟住。要讀好啲書啦，要做一個好人啦，咁啊要即係總言之，對自己嘅膊頭都即係原來不經不覺都會俾好多嘢自己嘅咁樣。咁但係我會同而家嘅自己講，就係其實我覺得我膊頭都仍然係緊㗎，係啊。因為我覺得是一些以前的經歷，或者我自己個人，我已經很習慣地去擺很多東西上自己的膊頭上，但是以前就會覺得我要這樣做咯，是的，我要這樣做的，我應該要這樣做的。那今天我看就是學習啦， 學一下雙向多一點啦，因為膊頭我十幾歲開始，我已經覺得自己咧好緊啊，係啊，好多嘢喺個膊頭度，唔知點解好痛咯，係啦。咁但係今日都痛嘅，咁但係可能以前就會即係成日都同自己講噶，就係哎呀你不如唔知咪做多啲運動，定係做俾自己輕鬆啲啦，等自己唔好咁攰啦咁樣，所以呢個都係一個以前同自己嘅分別嚟嘅。咁跟住好啦，上到去咯噃。
年青時期的自己呢，我其實好即係成日都會好著重自己會想長頭髮，因為我覺得長頭髮一嚟好睇啲啦，二嚟就係長頭髮俾我感覺女仔啲啊，咁啊都好在意人哋點睇自己嘅，特別係我塊面有笪瘌嘛，咁所以我成日都好中意遮住噶嘛，去到年青青少年時期都係咁嘅。咁我嗰陣時就會覺得唔想俾自己，唔想俾人哋睇到自己唔好嘅一面，係啦。咁但係到今日咧，今日我真係覺得我係可以冇所謂嘅，即係你咪睇到我得啦咯，你咪睇到咯，係啊，即係。就算你問我，我就會解釋俾你聽，我嘅過去就係咁樣噶啦，係啊，咁我細個係發生過呢啲事嘅咁樣，係啦，咁我扎起都 OK， 同埋咧而家咧做咗阿媽之後咧，啊我都成日留意人哋啲頭髮，做咗阿媽之後，原來真係會好想剪短頭髮噶，即係好似打理容易啲啦，清即係，唉，唔好咁嬲幼啦個人，所以我成日都諗幾時剪頭髮咧咁樣，係啦，咁我琴日。係咯，即係係咯，咁係咯，即係總言之就係呢排都成日諗，誒會有時間。其實我最想就要時間咯，時間，我想要時間，時間可以做啲自己想做嘅嘢，同埋可以剪下頭髮啊，打理下自己啊咁樣。但係以前嘅自己咧就唔係咁嘅喎，如果同以前嘅自己講就係、是，嗯，其實。你以前覺得長頭髮真係咁好，但係原來去到你咁上下年紀嘅時候咧，人係會變嘅。即係你以前覺得好想留住嗰把頭髮，其實 for 咩咧？可能係 for 多啲男仔中意，或者係自己覺得好過啲，定係啲頭髮遮住自己塊面笪瘌嘅時候就冇咁容易俾人睇穿你？唔知道啊。到今時今日，我諗我會同以前嘅自己講，當你大到咁上下嘅時候，你就會覺得其實最緊要係你自己點睇自己，多過人哋點樣睇你係點樣咯。所以就算你短頭髮，就算你呢一刻你覺得你自己好樣衰，或者自己唔夠靚，唔代表你唔好咯。因為其實你裏邊有好多嘢係你可以一路繼續。去 develop 嘅，咁所以咧，到最後咧，外表咧，以前係冇咁，笑容呢個咧，我始終都未係好改到，係啦，因為有時咧，我覺得自己咧啲笑係啲 defense 嚟嘅，但我覺得我好難去一時三刻去改，但我覺得我 aware 自己就係、是，我的微笑是有時是不想人家看到我內心有不開心或者掙扎，但有時都是即適當地去保護自己，其實又未必是不好事來的，是啦，那我覺得不過、我會跟以前的自己說，其實不用經常笑那麼多，你可以不開心的，其實你可以，你可以流眼淚，你可以去嬲，係啦，我諗我缺乏嘅嘢係嬲，我好少表達 anger， 我可以去嬲，只要我唔去做一啲嘢去傷害人啦，或者我唔做一啲嘢去令到人哋覺得 feel hurt 啦，咁應該係 OK 嘅，係。咁所以我今日咧，我會覺得我有時就算我唔中意嗰啲嘢，我都會同我老公講，我雖然唔係發嬲，但我會話俾佢聽我唔開心。或者我有嬲的時候，甚至乎我都會有話俾個女聽，其實我你好嬲媽咪，有時咧，係咯，唔俾一啲嘢你咁樣，或者哦你好唔開心咧，媽咪有時出咗街，成六點先翻到嚟咁樣，咁我覺得對呢個係我以前同今日。同的地方，所以時間可以令到一個人去成長，就好像一棵幼苗一樣，
咁我覺得今日我又未去到變大樹嘅，或者有一日我都好想自己，即係我都中意大樹，因為我覺得佢個根咧好穩陣。無論風吹雨打，有太陽或者打風，其實佢都企得好穩陣。我感覺就係佢好穩妥咯，係啦，亦都好有。好有生命力，所以我現在的階段，我希望我的將來呢可以成為一個這樣的人，對了，無論我的女兒或者可能身邊有一些將來遇上的人都可以一起去分享，一起去支持，樹林就會好一點。現在的我呢就應該是這個應該是幼苗來的，年青時期現在應該是小樹，叫做有多少少那麼多多智慧，少少那麼多多，那我有時會結下果啊，少少花，但是距離這裡都還有些時間，希望我再將來 再成長得更加結實一點。